怎么拍呢？扶墙壁，先你歪一下。一举子抬头拍碎片，慢一步抓拍。坐下来拍背影，躺下来从下往上拍。抖音。大家好，我就是传说中两万块的声音丁文山。应千家的邀请，今天我们同框给大家看一看是什么样的效果。老人你好，能合作太开心了。每周六晚8:20，快乐大本营。每周日晚22:00，天天向上。如果有一天，我的理想被风雨淋湿，你是否愿意回头扶我一把？变形记，一份来自原生深处的力量。抖音。老板，啊，那个我来碗牛肉面。好，哎，多放香菜，多放葱花。那你加1块钱，就这还加钱啊？规定。你别笑。老板，我这份不要葱花，不要香菜，给他吧。好嘞。你真好，谢谢你啊。不客气，不客气，不客气。1块钱给我就行。1块钱给我就行。哎呦我的妈！抖音，给你看够了吗？人模人样的，就这样子啊？不就是好心帮你捡个钱包啊？不，我穿的不是裙子，你会帮我捡吗？就是想占我便宜。我老爹才不是这样的人呢！逗什么啊？男人没一个好的。喂，哎，充电宝借我一下呗。啊，这是坏的。你那不是充着的吗？我急着打电话，那你把手借我一下。这也是坏的。你是故意的吧？怎么什么都是坏的？对啊，男人没个好东西啊。没个好东西啊。抖音。抖音，有一个中介站在海边泡着海水洗着，洗到一半发现有个红头发的小妹妹，妹长得美啊，她把头卡瓶子里了哟。一浪头中介他救了小妹，小妹开始吃她面包里面的火腿，中介说你不能白吃，得和我亲嘴。嗯，你可真会做生意啊，中介。抖音，游戏时间，打死！仙女拿快递以后，求生欲。打！我侧着脸去骑了飞机的猫，单车的飞机赛。我感到呼吸困难，所以我买了一杯奶茶，我但是我的手机没电了。我用侧脸看飞机，然后一边骑单车。仙女在拿着快递和别人玩什么求生欲的游戏。我穿着短裙正在打架，但是我又觉得不行啊，我就去打篮球。我在搬家的时候突然发生运动会，但是虽然没有迟到。他打我了，等不住了。我今天是运动会，但是我今天得搬家，然后打吧，虽然接不去。我在睡觉的时候梦见我在吃月饼，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挫折的事情。赚到了。我正在百度上贴睫毛，然后玩魔法。足球，打吧。我看到我的初恋在蒸汽锅里面流着汗水。我对视着你的眼睛和你的四大板板。我在电影院里面刷着钢丝球，遇到一个人跟我很有缘分。抖音。哎，朋友，生活不易，记得要笑哦。爱的时候不辜负人，玩的时候不辜负风景，睡觉的时候啊不辜负床，一个人的时候不辜负自己，加油。抖音。抖音。I see your monsters, I see
抖音。